好的，啊，做官要做三十年啊。啊，我八十二啊，啊，我嘛做当要三十年啊。慈济推动环保三十年，他们没错过。八德净思堂举办感恩茶会，带动唱依旧充满活力。见证做环保是越做越健康。患有小儿麻痹的王丽华，即使行动不便，也能够天天做环保。三轮机车上有个回收袋，作品可以回收，就丢在我袋子里，啊，就要回来就用。难得聚会，特地送上上人的祝福，也有营养师来告诉大家如何吃得健康。患有肾病的罗胜义是受益者。因为我吃素长达已经超过三十年，他说你吃素也带来了你毒素不会产生这么高。他们用行动来爱护大地，也让自己的身心灵更加欢喜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桃园综合报道。